原标题：对越战争，排长中弹滚入深谷，战士去营救，为何两人大笑而归？1979年，对越自卫反击战争。如今提及这场战争，很多人还是非常熟悉的。这是一场边疆保卫战争，也是一场自卫反击战争。起因并不复杂，就是越南屡次的挑衅我们的国家，伤害我国边境地区的百姓，侵占我国边境地区的领土。面对我们国家的多次警告，越南却依旧不思悔改。最终我们的国家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争，目的就是为了好好教训越南一下。最终我军在边境地区集结了30万大军，向越南发起了进攻，并且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越南北部的20多个重要的城镇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教训了越南撤兵回国了。不过这在战争中并不是结束，到了80年代，两个国家的关系开始进一步恶化，从而开始了长达10年的边境轮战。自此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越南的自信心，还是让越南的经济倒退了10年。俗话说得好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什么就奇怪的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在中越战争期间就有过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在打完了一场仗后庆幸自己没死，只是饥肠辘辘。毕竟在战场上打仗也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。于是当时我军的战士与排长就并坐在山坡上啃起了饼干，饼干被啃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正在战士们吃得起劲的时候，一发子弹飞了过来，打在了排长的肚子上，砰的一声，特别的响亮，瞬间1米8多的大汉就被击倒了，像是大虫一样的向山下滚去。这让旁边的战士十分的懊恼，真是太大意了，完全忘记了对面还有越军，结果导致排长挨子弹了。于是这名战士就赶忙隐蔽起来，一路从山顶顺着草丛找到了排长。排长的脸色惨白，战士飞速地取出了自己的急救包，对着排长大喊：我给你包扎，你一定要坚持住了。但当时的排长一直捂着自己的肚子，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流血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展开全文，战士又着急又害怕的满头大汗，随后扯开排长的腰间的水壶枪套和望远镜，竟然也没有血，军装上也是空空如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时候排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子弹头击中了手枪套，直接穿透了钢制的弹匣，了穿了排长的衣服，在肚皮上狠狠地烫了一下，这才让排长感觉是被子弹击中了一样灼疼。而排长之所以会滚下山来，就是因为子弹的强大冲击力让排长实在是承受不住，所以就滚下山来了。这真是大难不死啊。随后战士和排长就谈笑风生的回来了。其实小编也认为这种小几率的事情能够发生在我军战士的身上，真的是足够幸运了。对越自卫反击战争本身就是一场正义的战争，我们的军人也是满怀壮烈情节以及崇高的节气，铸造了中华民族不朽的军人精神，如今我们所能够拥有的和平幸福的生活，自然也是离不开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战士们的。不知道大家是如何认为的呢？欢迎给小编留言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